越南牛肉河粉，这个就我来了。好，来，好冷哦，开掉了，可以了。Titans New World 世界 Kitchen， 欢迎收看 Titans 世界 Kitchen。我们呢，料理一二三，庆祝我们三周年。我们之前有一个互换单元，那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抽到了 Titan 世界 Kitchen 的我们的小周，哎，不是那个Titan 啊、哦。还有呢，我们庆祝三周年要请到一个一线的大来宾，那也是我的偶像啊，林美照。对，她是种菜女神的什么村的村长？我们云海村。云海村，我叫 Jennifer。Jennifer， 哇 ，Jennifer 耶！对，我叫 Michael。Michael。那我们今天呢？你喜不喜欢吃越南料理？超喜欢。那今天你为了你而设计这一道菜啊？真的吗？对，越南牛肉河粉。来，准备一个滚水，牛腱滚水下，滚水上，才不会让你的肉老化。那你像这个台湾白萝卜好吃吧？现在正是时候。台语叫丢席呀、啊，听说你会五种语言呢、哦对不对？恭喜！好，可以了，哎，把它切成大块状，洋葱也是一样。洋葱跟红萝卜去熬汤底。已经可以当一个那个节目主持人是啊，那开一个新节目，你跟我搭好不好？不敢不敢，大哥和你请教。好了，我待会呢，这一个，哎，怎么变成生？拍成然后不会这样的啊、哦。好，来油酱，然后姜片、香料、八角、草果、肉桂、白萝卜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骨头，很讲究，用大骨头。对，这一定要的嘛，之前有没有做过？没有啊。来，这里我们现在牛腱、冰糖，再来盐吧，还有糖，一路加水哦，加水，这个就我来了。好，来，哇，师傅变超人爆棚了，好暖哦。没有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真的会受不了。不会啊，真的很暖啊，你看他重的舍不得我弄。这里上盖之后呢，炖煮啊，大概是1.5个小时。要这个时间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最后的咖啡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直接约的，开掉了，可以了。不如喝完这杯。那咖啡不错哈。是因为脸好红啊？为什么？哇，好幸福的感觉哦。梅兆姐，你看这个萝卜，它非常透明的，而且微微的黄色。好，来，这个高汤，我们梅秀姐。100分，美照起来，来，罚三杯啊！牛肉盘公公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好吃哦！对，你吃看看呢。有美照姐的肉，真的。对，美照姐哦，别说错哦。你跟自己说吧。这是越南的河粉，大概是3分钟左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道菜我们铺底，我们待会呢面会把它放进去，接着呢我们这个水，普通我们用牛肉片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的吧。对，再来我们的红辣椒、青辣椒一路，然后一定要配这一个九层塔，柠檬高汤我们冲进去，然后一点香菜。记得啊，我们的肉，这个哈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沾，很香，我羡慕，好开心。这个就要沾这个叫做斯拉塔辣椒酱，它还不错吧？有对你的胃，这个好香哦。谢谢你啊，那我们这个种菜女生一样的，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什么台呢？台视以及爱奇艺，还有东森。的话你就一次看到底就看到了，一次看到底，对，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村长。
Titan 的 Say Guy Kitchen 成功。嘿嘿嘿，没想到又是我吧？怎么都是你？昨天也是你。来，这个呢，我们型男大主厨十二周年的年菜系列只剩四天了，赶紧上料理123的官网，赶快去订购，只剩四天了。